好，来看到为了要推广原住民族语言的使用，鼓励乡内原住民，并且欢迎非原住民报考原住民族语言分级的认证，吉安乡公所并且办理泰鲁格族语认证中高级辅导班，培育本土语言师资，投入族语教，增进学习族语兴趣跟能力，并且落实语言文化的保存跟传承。花莲县100所年度吉安乡泰鲁格族族语认证中高级辅导班正式展开，在假日的时候，并且在吉安乡公所原住民事务所二楼办理，邀请授课老师戴丰毅来为大家指导族语的课程。中高级的认证，加上把嘞一些哈巴罗比加米哈什么都还有力的，你。很高兴的哈，我的年轻化一点哈，就是我给哈里个米哈什么都还黑你，也是格兰塔吉恩塔个咖喱尼哦，乌达塔格么巴乌里奥马杜比布鲁杜索咖喱达多鲁古。前来学习的有70多岁的林美惠女士，对自己注意课程也是相当的有兴趣，也希望能够在各个场合来说泰鲁格族的语言。你看说你米啊，说你后门个伊个，跟了过里说来呀难米，也顾哦，那个啊，个么尼个喏，啊，当那个米啊买，这个吉安乡哈，跟你说话黑你个，伊尼哈里说个动物说，什么刘海说咖喱也米得路古，咖喱难米个，咖喱难那个，跟你，也是这样多，好罗巴嘞，也是动物多巴嘞个原民会屋里呢。Sepuluh nampak ada kemita. Ini ni cian siang kongso ini oleh oh siang cang nami kan. Demudun balai. Anak sekali senawan, anak kali teruku. Kini tamu ya aku rudan ya aku ha. Kini tamu ya semua ini karena ke tongsi nami atau atau wakai balai. So ni ni kan bisa ni dengsan dah semua hai sekali ya mita teruku kendesan taga ida dejiun kan ni ha.给你补数吧，了嘞！但是那个巴达山屋里哦，那什么都还把你搞哩，什么？这个卡什姆巴达个米到嘞，他告诉你，他会给你个雅古，给他把你的木墩干打，这个山那米屋嘞，给你这个卡什姆巴达哈，好意思吧嘞？前来学习少部分是年长之外，十位学员都是部落青年。虽然大家平时在上班，泰鲁格族族语认证也朝向年轻化的趋势了。吉安乡的有声表示，公所大力的推广原住民语言的使用，鼓励乡内原住民，并且欢迎非原住民报考原住民族语言分级认证，协助本乡原住民族泰鲁格族部落族人取得原住民族语能力证明考试中高级的认证。记者蒋伟杰，上报道。